洗完了。嗯，你做事情的手脚倒很利落，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衣服洗干净了。我在游街带小少爷，每天要洗好多衣服、尿布，还有洗碗、烧饭、擦地，做好多事情。在这里什么事都不做，骨头都变懒了。谁教你说这种话？是玉春姐姐说的，她说人生下来就要工作，要不停地做事情，力气才会大。就是赖你偷钱的那个管家婆，你恨不恨她？有一点点。差一点把你害死，你就恨她一点点？她叫我做好多事情，还有好多手艺，我也很感谢她。嗯，少爷，你以后叫我庄哥哥好了。庄哥哥，别人家的少爷都穿得好漂亮哦，有好多人侍候，住好大的房子。你也是少爷，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？我以前也和他们一样。庄哥哥，你有没有爸爸妈妈？当然有，每一个人都有爸爸妈妈。那你的爸爸妈妈呢？他们在蒙甲。你家住在蒙甲？你知道蒙甲？嗯，听老板说过，蒙甲在好远好远的地方，那里有好多船，还有好多人，好多好多从外国运来的货物，别处买不到东西，蒙甲都可以买得到。嗯，你说的没有错。那你为什么不住在蒙甲，要住在这里？你问的太多了。坐。嗯，黑林先生，请坐。大人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听说府上走失了一个小女孩。是是是，她偷了钱跑掉了。我请了好多人到这附近的山上去找，一直都没有找到。大人，您可以到附近去打听，我们对小林有多好。他跑掉了，完全是他自己做错了事，羞于见人。你为什么不向我们报告？这种小事不敢麻烦大人。一条人命怎么可以说是小事？是是是是，这件事我和小林的父亲已经商量好了解决的办法了，所以没向您报告。既然你们私下已经解决，那就算。是是是，小莲是从我们家走失的，虽然他偷了钱，毕竟我也有一点责任。你们找了多少人到这附近的山里去搜查？有十几二十人呐、为了找小莲呢，我的渔船有好几艘没有下海去打鱼，损失惨重啊。听说那个小女孩到了山里被一个人救走。大人，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啊？你是谁？我叫做杜伟啦，是做你的管家。真的吗？是是是。大人，请问是谁救了小莲？救他的人叫庄思远，也就是我们要追查的人犯。庄思远，对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？没有嘞。哎，大人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哦，我大部分都认识。如果有生人来哦，我一定知道了。
他是个大学生，个子很高，他曾经在日本帝国大学念过书，会说一口纯正东京腔的日本话，一般人会误认为他是日本人。这种人没有嘞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嘞。你们的人到这附近的山上有没有看见临时搭建的房子？没有听说。哎，告诉你手下人，如果发现有这样人或者是可疑的线索，赶紧通知派出所，如果找到这个人，可以领到一笔数目可观的赏金。是是是是。还有，他可能会利用渔船偷渡出去，如果你们有消息，赶快到派出所来报告。是是是是是。老四，这么晚来找我，是不是有小人的消息？是啊，听说他迷路在山上，被一个叫做庄思远的人救走了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刚才警察到我们那里查问这件事情啊。那警察有没有提到救小人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？有啊，说是抗日分子啊，他们就是想尽办法要捉他。我怕小人跟他们在一起，将来也会被警察一起抓走，那就糟糕了。老四，你是文官啊，跟那些警察都很熟，拜托你跟那个警察讲一下，说小林是无辜的，跟那个姓庄的没有关系哈。好吧，谢谢你了，老四。那我走了。但愿小林真的平安跟思远在一起。你也读过书？嗯，没读多久。这是汉文书，你会汉文？嗯，是老师教的。你念私塾？不是，我念的是国民小学。国民小学是日本人办的学校，怎么可能教汉文呢？这本汉文书是老师偷偷教我的。你老师叫什么名字？赵家祥。这本书上的字你都会念了吗？只会前面三页，后面的我没有去上学就不会了。好，我来教你。庄哥哥，我记得这本书里面有一首诗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这是李白的诗。他一定很想家，很想爸爸妈妈，才会写这首诗。你想家，想爸爸妈妈，是不是？嗯，还有奶奶。不要急，过一阵子我会想办法送你回家。什么时候？也许十天，也许半个月，也许一年，两年。来吧，跟着我念，你看着书本认字，
先从你刚刚念的那首李白的夜思开始学起。来，床前明月光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低头思故乡。你现在写写看。床前明，这是干什么？少爷，我给你说过多少遍，在外面这一间夜里千万不能点火，就算逼不得已要找东西，找到了也要马上把灯火熄掉。你不要小看这一盏灯火，在夜里七里路以外也看得见。在这么深山这么隐秘的地窖里，怎么可能被发现？哎呀，少爷，你还是小心点好。要看书嘛，白天可以看啊。白天要去打猎，还要做别的事。哎，少爷，我说这些话都是为你好，为你的安全着想啊。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深山里面他们就不会找来。当初我们说好了，你带我到这儿来，教我打猎捕兽，等我可以自己过生活了你就回去。现在我可以一个人活下去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走？我在这附近的山里我已经比你还要熟悉，就算他们派人来找我，除非把这边所有的树木砍光，把这几座山都铲平，要想找到我恐怕没有那么容易。哎呀，少爷，不是我要吓唬你，刚才在我要睡以前，我看见远远的山下有一条长长的火光，好像有人要出山呢。会不会是找小莲的？找小莲的人嘛，都是白天，晚上从来没有出现过。不可能，他们绝对不可能发现我们这个地方。哎呦，少爷，世上聪明的人很多，你想得到的，别人也想得到。有时候是别人想得慢了一点而已。不管他们为什么来收山，我们总是小心一点的好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去睡吧。钟哥哥，是谁要抓你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很怪？一下子很好，一下子又变成好凶哦。等你长大些，也跟我有一样的经历，你的脾气也会变。一个人突然从顺境掉进了逆境，原本幸福的家，有慈祥和蔼的父母，有漂亮端庄的妻子，还有一大堆理想和抱负，突然间这一切都毁灭了，必须单独去面临死亡的威胁，去过蛮荒的野人生活，过去所堆积的知识在这全都失去了意义，过去对人生的憧憬在这里都化为子虚乌有了。小莲根本不知道庄思源在说些什么，他只能从庄哥哥的悲凉语调中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一份对生命的挣扎，以及生不逢辰的凄惨。在他幼小的心灵中，只有活下去和求温饱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。他更加无法了解到庄思源
为什么要离开万商云集的繁华都市，来到蛮荒的山区。从阿伟伯一声声少爷的尊称，小莲也约略地猜测到庄思源必然有一个富裕的家世。也许他是个落难的书生吧，也许是个家道中落的世胄王孙吧。那些在庙会演出的戏曲里，不是时常扮演着这样的故事吗？干什么？又是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我都快会背了。回来。觉得奶奶没有水准。没有啊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认为康哥的心没有水准。我没说。你不要说了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呢、啊、我真搞不懂到底是什么心理。梁山伯与祝英台跟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底差多少？同样的两个故事，哼，我真看不出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底好在什么地方？难道外国的东西真的比我们中国的强啊？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你说呀，你说出个道理出来，奶奶就服气你。我不是专门研究西洋文学的，我说不出来。嗯，好，那你就不要看不起那些个地方戏曲。奶奶，不要生这么大的气嘛，你当心血压会上升的。当初要不是因为歌仔戏呀、啊，像奶奶这么大岁数的人呢、啊，大多数都不知道自个儿是中国人了。进了学校啊，就学 R E U A O， 老师啊还一再的告诉我们，你们是大日本的皇民。只有在看歌仔戏的时候，看到了包公。看到了薛仁贵征东，看到刘关张桃园三结义，看到了苦守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，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感情才跟中国紧紧地连接在一起。你还不知道呢，有一个时期啊，日本人推行皇民化，要把我们的姓名啊通通都改成日本的，要把家里的所有的祖宗牌位通通要烧掉。可是他没想到一出出的歌仔戏在教育我们，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炎黄子孙，我们是唐山人，而不是皇民。奶奶，我看你可以写篇论文呢，题目就叫做《歌仔戏救国论》。你嘲笑我？你敢讽刺奶奶？为什么？他们俩还在寿山呢，看样子他们是冲着你来的。来就来吧，最后我干掉几个，捞够本。少爷，好了，不要再跟我谈什么传宗接代、延续香火。我一定要带着你回到老爷身边，我答应过老爷的。怎么回去？只要我一露面，就非死不可。你在这里待上几年，等事情平静了，改个名字就可以回到孟家去了。你在做梦！只要日本统治台湾一天，这件事就一天也不会平静。哎，我们可以逃到没有日本人统治的地方。哎，老爷有朋友在南洋。哎，怎么去？过几天我去找赵先生，请他啊
帮我们安排。这件事最好尽量不要连累到赵家祥。少爷的秘密都让你知道了，以后你也别想活着离开这个地方。不要对小孩子说这种话。你不要乱跑。昨天晚上来看的时候，他们在灯光就在这里晃啊晃来晃去的。今天早上我再来看，他们已经往那边去了。小磊，你不要怕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。小磊，你骗我，你骗我！再想逃，我就掐死你！小莲，你再不乖，我就把你丢到山谷下去，你浑身是骨，你奶奶、你爸爸妈妈永远找不到你。放手！你再不放手，我要开枪了！
你没有事吧？没有关系，我们回去吧。妈，奶奶身体不好，我好担心哦。妈，我不在的时候，没人帮你烧饭、挑水了，怎么办？妈，那我们吃早饭以前去挑水，把水缸装满，那你就可以去做别的事了。少爷，不要叫我。少爷，我是把他逃出去以后，把我们的秘密统统说出去了。有必要把他掐死吗？为了自己活下去，就不让别人活，这种行为跟禽兽又有什么差别？小莲这么小，这么弱，你居然狠得下心要掐死他。将心比心，假如是你自己的孩子被人家掐死，你心里又作何感想？小莲，刚才是我一时冲动，你不要害怕，以后我会好好待你，再也不会伤害你。阿伟伯，你们的事我绝不会说给别人听，你放我回家，我发誓绝对不会告诉别人。你和庄哥哥住在这里。你这个孩子，你没有经历过日本警察那种毒辣的手段，只要你落在他们的手里呀，由不得你不说。我不说，我一定不说，打死我我也不说。庄哥哥对我那么好，你也……我对你不好。少爷说的没错，我变了，我变得跟禽兽一样，杀人不眨眼。像你这么小、这么可怜的孩子，我都不敢放过。不要怕，有我在，他以后不会再敢欺负你。庄哥哥，我好想回家哦。
快出来了。哎，对，快了快了快了，对，快出来了，对，快出来了，好，出来了，快出来了。爸，我听到小孩的哭声了耶。我又不是聋子，还用你来说？我好想进去看看呢。有什么好看的？生男生女都已经注定了。好久没听小孩的哭声了。你把你妈当母猪了，每年生一窝啊。小莲出生以后，妈就没有再生了。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以后在我面前不准提小莲的事情。老奶奶，恭喜你了。有什么好恭喜啊？听小孩的哭声呢、啊、就知道是个女的。对对对，你的耳朵真灵啊，听哭声就知道是个女的。生下阿明以后啊，接连生阿贵呀、啊、阿珠、小莲，中间两个、啊、生下来就死了，哭的声音啊全是一个样的。生女儿也不错嘛。什么不错，长大了还不是给你带走。我的小莲呢、啊、你把她带走，为什么不带回来还给我？阿娇又生了个排钱货啊。金土啊，你们全家人说话全不凭良心。苏娥替你生的女儿哪个是赔钱货啊？从小出外去做工，每年赚几包白米回来给你。就拿小莲来说吧，死在外边啊也没有拖累你啊。闭上你的嘴。我们家小莲没有死，我们家小莲还活着。好好好，活着活着。金土啊，你去看看素娥，人家说啊，女人生孩子就像在鬼门关里捡回来一条命，生男生女啊都不是她的错。阿娇，阿娇，什么事啊？求求你帮个忙啊。你说吧。就给我打听一下，看有谁家要个女儿的。你要把这孩子送给别人？好吧，我去打听打听。金土，金土，嗯，想办法弄只鸡给素娥坐月子。妈，连米都没得吃了，我到哪儿去弄鸡呢？我们一家人可以饿几天不吃，也要省下来给素娥补补身子。你要知道，生一个孩子会刮掉母亲多少的血肉啊！阿明。阿明，啊，在里边干什么？过来，拿个篮子装满白米，到村子里边换只鸡。生个女的，又跟小莲一样。
庄哥哥，我把菜烧好，就可以吃饭了。小莲，当初庄哥哥救你回来，并不是要你替我们烧饭、洗衣服的。我不工作，不能白吃你们的饭啊。庄哥哥救了我，又对我这么好，你的事情我一定要替你做。小莲，你恨不恨阿伟不？不会呀，他是为庄哥哥才这样做的，他是好人。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就懂得去体贴别人，还要想出理由去原谅别人。我奶奶常常跟我说，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，恨别人就是恨自己，所以我从来不去恨别人。是一块钱，干什么？你当我们家是乞丐啊？你给我钱，这算是什么？你不要误会，这一块钱本来就是你的。我的？哎，小莲做事的尤佳把这一块钱交给我，我就揣在身上啊，根本就忘了这么回事了。那个阿春啊，还特别的交代我，哎，说这一块钱啊，一定要当面的交给你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一块钱啊，是你给小莲的，他们碰巧掉了一块钱从小莲身上搜出来，所以他们才误会啊，小莲偷他们的钱。这么说，是我这一块钱害了小莲呢？小莲这孩子啊，也是太乖太节俭了。如果他早把这一块钱啊拿去买糖果吃，花掉就没有事了。小莲。我可怜的孩子。老奶奶，那我走了。小莲，都是奶奶害了你啊。
喜欢吗？还要不要再吹？川哥哥吹得好好听哦。要不要我教你？我不会。就是不会才要学啊。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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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撤走了。真的？哎，我走了几个山头，四周都没有动静。好极了，你自己慢慢练习。小莲，今天晚上就会有好吃的了。庄哥哥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去？山上有各种野兽，他们有的会攻击人，你跟着去会危险的。你放心，阿伟伯不会再伤害你了。少爷，那我跟你一起去好了。你去干什么？你行动又不方便。那我到山头去守的，注意四周的动静，免得他害怕。小林，你不要怕，我推到外面跟你讲话。这样可以吗？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我是要告诉你，不要乱跑，山上野兽多，你又是个小孩，万一碰到猛兽，你就没有办法逃命了。我知道你想回家，想见爸爸妈妈，我会跟少爷商量，找个司机送你回去。你千万不能乱跑，知道吗？阿五伯，钟哥哥什么时候回来？不一定，运气好啊，几个时辰就回来了；运气不好，一两天呢、啊，或再三五天。啊，少爷，你那么快就回来了，运气不错，一出去就发现他。小莲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肉，一定会很高兴。庄哥哥，你回来啦！嗯，今天托你的福气，刚出门就有收获。嗯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野老鼠哦。那叫果子狸。你快去烧热水，先把子弹挖出来，再剥皮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少爷，你要吃红烧的还是清炖的？随便。只要小莲喜欢吃，
就行了。